金钟道，好运道。祝福各位在今天大年初一，风祥吉利，凡事顺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美满。我是台北传统戏剧团蔡宇珍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台北传统戏剧团的爱护，仅代表我们前场跟后场跟各位致上十万分的感激。今年2019年，我们将有新戏再来演出，希望跟以往一样的把大戏呈现在你的眼前，为你做最幸福的响宴。谢谢你。